把你那个要拉紧，对对对对，要把它放开，哎呦，哦，他按死了，慢慢来，没关系，好来。 不要掉！哎哎哎！真的耶！二十二！哎。 拖走，太深了啦！没有啦，你里面帮我扶。哇！哦，有爽度哦。那玩这个就好啦。这么漂亮，小智嘛，我还可以再上的哦。我们这次上一次钓乌溜是大概两个月前。 过年节，好不容易钓到断线，好不容易吗？三号哎，我放在电箱上面。哦，有一批哦。我放一我的两个都。哎呦，哦，他按死了。你给他拉拉，我看看。他说可惜啊。你看看他会跟你抓吗？他会抓啊。你给他吃一下，看他吃不吃。哦，哎。哦哦哦哦。 哎，它真的会把它吃走吗？那么大只，一般都咬啊。好，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。哈哈哈！它快气死了，它等下会咬你哦。它平常吃的吗？不是。啊，但是它吃习惯，没有了呢。没有了。它很气哦。 来来，我钓给你吃了，这你们养的，啊，你们养的，这个要吧？来，小猫。嗯，等一下，啊，好，等一下，乖乖，好，好，好了，啊，坐好。 这个叫网铺，网铺有没有？把它点开。不是，你网铺向外，向这边。对。然后这个沿迹，沿迹一条河。哎，先拉到你绳子那边，这个等一下要装满的。哎，走这个滑冰，嘿，对，走这个滑冰。来走。对，你们两个这样拉过去，拉过去，拉过去。往后走。对对对对对。哦。好好钓，好。安尼会使哦。 嘿，对对对，好。哦，这真正爱功夫啊！你无鬼，啊他，啊你那边有没有？那边再帮他擦一次。大概多大？不够再拿去。哎，这是真的是技巧呢，哈，功夫啦，哈。哦，无啦，大刚弟弟啊。哦。哦，一捆啊，拢啊，你啊，就对啊。我有抓龙胆啦。哦哦哦。他这个算小型的。算小型的。对，我们都抓几百斤的。哦。 哦，你现在在尾巴，钓不钓？你现在在尾巴，哎，这应该差不多。右边个弟弟啊。阿凡，你那个要拉紧。哎，那边把壳有搞。哎，对，让那鱼要跑出去就好。这个拉紧，哎，对。那你帮我那个。浮球那边。 先这样就好，先这样。嘿，这插下去就好，这边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个紧哦，不是鱼，等下跑出去要怕哟。
转一下。哦，要做成这个样子。旁边，旁边，那先讲好，跌倒跌这边哦。那另外一边有那个。怎么那么多？乱七八糟。哎呀。那边是吧？你照着那个没有排水管那个中间一直过去。网坡要在上面，那个网坡反了，你就反了。對對對，那个在原基业在下面啊，你那个网子勾到了，勾到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要把它放开。那够高啊！它是路亚的，把它哦，路亚池的。哎，狗啊，拢咬去啊！不好啊！哎，狗啊，拢咬去啊！那个小屁咯，丢过来，丢上来。一下高山嘞。对啊，你慢慢走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们两个就是这样，你们两个拿棍子的人哦，一定要带滑冰，你们两个是这样出去，然后走着滑冰出去。哦，对哦。好，合起来之后往上，啊，别掉。好，背背哦，背背哦。放一块这边。哎，那里有一只树枝。好好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好，我们等一下。哎，你进来，这个这里最重要，这里就是所有里面最重要的时刻。我跟你讲哦，因为我们穿潜水装，你改天要抓的时候，你要担任这个最重要。收网底啊，哎，收网底，也 Q 网底。你看哦，哈，你基本上这些网进去掉对吧？哈，这样，这个，哦，这个要抓捏住，然后要靠近你的脚，脚哦，让它压着上来，压到底，压到底，上面拉。一个拉网破，等一下，一个拉网破，哎，你这个不要踩到，它那个踩到，小心点。啊哦，你哦，你就是要做这个动作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两个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踩到我脚，好吧？啊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一定要靠近。好，来走，你们两个要一起。不是，U 网坡就好，那个棍子放在下面，放在地上。拉那边，拉这个网坡，拉这个叫网坡，叫飞镖，飞镖到底哦，飞镖到底要感觉一下，有哈，我到可以哦，弄着哦，对，然后你从那边慢慢来，等一下，慢慢来没关系。好来，很厉害哦，一有小洞它就跑了哈。对，好像，我怎么那么大的草虾？哦，哇。赚到！阿凡来，有虾！我靠！哦，赚到！你们都养虾？可以吗？可以。真的也是学问了哈。我觉得有点在撞击我下巴。小心哦！等一下，大家的那个姑姑要保护好。肚子。等一下，他一起撞的时候很大。屁股谁踩住网子？大哥。来，我帮你。哎，哦，我哪刚抹了它？这边在了，拿去，我这边啊。你不会抓到我，我后面把你分开。被关起来。他在外面被关起来。在哪？真的。哎，马基，我在啊。等一下啊！我跟你讲，你来这边感觉，我要让你一次。我加你一点。不，那边不用按了。放了。你们都先不要动哈，你来，你手来，手来，等一下，你手来，好，感觉一下，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是网底，网底有没有？迷你池鱼啊，小海多少只哦？多少只哦？这样，迷你鱼来了哦。你们就把这个多的鱼都往下面拨，抖一抖，抖一抖，抖一抖，往下拨，啊，钻出去，准备钻出去，爱进的，哎，没有，从那边先钻出去。好，它已经变成网袋里面了啦。注意看哦，是不是？是这个，这个都带网袋的，没有？对，让它跑了。哦，封起来了。这边，我从这边钻出去。不，
对啊，你们上面的人准备把鱼都往后，上面要拉了。哦，拉杆拉拖了。对，然后把鱼往后。哦，这里可能，哦，这里有镶千斤哦。对，这样子，太恐怖了吧？大头鱼，真的好了，好，等一下，停一下，来，先下去吧，我不要掉，帮忙拉进去里面，靠，哇，我没有卡，你要脚，这样慢慢走，这边我只会拖。我是把它拉进去放哦，对，然后网底再打开啊。你们两个往前，哇！太过瘾了，你看多只。赚翻了，我到这里的多。里面有一只的，是几种？泰国虾，好大的。你什么都有。很大。我们这样是可以放啊。隔壁从洞跑过来。我不要放你的，啊你那个你先出来，过来一下啊，哪里？哎、欸，你亚这头，这个，哦这边，大头点啊，快了，大头，啊你去后面把那个鱼赶过来，啊我要准备拉哦，啊你那边要抓住我，不要那个鱼跑出去了，我两条，你那个不是那个，啊从这边把鱼对，往前面把它放。往前面慢慢放，它也会跑出去。我们那边没东西在吗？对，那、啊、你往它那边呢、啊，它就一个跑出去了。这个感觉好特别啊！这鱼包哦，好溜啊！超大鲢，哦对，超鱼吧，超鱼啊，超鲢。等一下，它会出来。啊，不见了。哇，这么大只，活的、啊。哦，真的，好恐怖、哦！他们只要脚很痛啊。好大只啊！这太大只了吧？我这个宝鹤平虾，还没什么活力的感觉。对啊，这网了是吧？啊，不，因为那个都快把它撞晕了。是都有那个沙器打出来。我吓死了。有50公分了哈，有，不过好像没什么力呀、啊、哈。好了，下去休息。准备一直捞，一直起了。我等它太多会死掉。大家起来就好。好。靠背。没有，再往下压就好了。高腰力，你安尼用无半浪啊？是安尼啊？来，再给我大头。马去，大头嘛，做一磅，做一磅。安尼，看怎样起了，吃偌济吼？你帮他记起来。嗯，到就我。123，1240。12，你克克克。你12。12呀？哎，12公斤。12公斤。看黑掉了，够9公斤，我好像放狗，我等我给照片，先照片哦。喂，你要照镜头，你给我把你，你要先套。师傅的训练够哦，啊。一点气的话是俩鱼啊。好去看啊。哎呀，刚要高掉，把它高掉，猛刀。这个，好，一、二、20，离渣。对，他们两个比较容易。八。31啊。进入金条啊！
有啊，十七有啊。怎么了？没有啊。哦，三十六。三十六。到雨了，那我们先避开，避开它才走。这个比较好啊。三十六是吧？十六高啊，十六，十六，好吃吗？十四，十四，不会太大，哎，真的耶！八十二，一二五七 K G， 除以点六多少？啊，它都乘以除以零点六，二零九五，二零九五，两千斤呢、啊？哇，两千哦！扣掉了，扣网了、啊。嘿妹。哦，屁股子。哦，香蕉。哇，放热。你袂熟啊？有就是有啊。巧。用不到一年。别靠！别靠！别靠！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哦。那先体验一下人家是怎么把它鱼池的，原来它网子都有一些技巧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观赏，拜拜拜拜。